因為我初中咧係讀女校，所以我第一次嘅單戀係中意阿 Sir， 係中意老師嘅。中意阿 Sir。係，仲有呢一位老師，佢係又會覺得。而家個樣子都發曬姣咁啊！我嗰陣時係真係成日都會借啲嘢 WhatsApp 佢咧。係。話 and tomorrow practice OK 咁樣。我準備咗個信紙同埋筆俾你。Oh no！ 我寫信啊！你唔會要我讀翻出嚟噶嘛？係嘛？係啊。好赤裸喎、啊！我都覺得呢件事好赤裸啊。好赤裸喎、啊！係啊，佢哋中意睇啲好赤裸嘅嘢嘅，但係。Hi， 我係艾力啊！今日嘅 Have a Nice Day 咧，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大挑戰嚟嘅，即係你見我今日著到成個粉色系咁樣咧，即係無他嘅兩樣嘢，扮後生，第二樣嘢咧就要講啲好少女嗰啲愛情題目咧。今日係兩樣都中曬，今日先介紹個女嘉賓先，佢係非常之年紀輕，唉，入咗嚟先啦。哇！你睇下呢啲咪後生咯？幾多歲啊你？而家20，將要21。20歲呢啲係唔怕講自己年紀嘅一個歲數嚟嘅。是啊，有幾威啊！呢啲幾自豪，我20咋？你知點樣睇得出你有禮貌？你冇問你咧？你咧？感覺到非常年輕，年輕過我喺度，年輕得滯。即係你好明顯 feel 到呢個場，平時我係應該一世都唔會你過嚟行嗰啲嚟噶嘛，係咪啊？即係樓上睇戲可以嘅，我覺得市集可以嘅，但係過嚟夾公仔嗰啲就比較少啲咯。夾公仔 OK 啊，叫夾公仔老少咸宜噶，最啱你呢啲少年。幾時都話你係個有禮貌嘅人嚟嘅。你啱玩邊啲啊？你呢個我驚我坐上去爆。呢個我真係細個好中意玩嘅呢個係。其實佢應該係氣墊球係咪？係啊。但係佢有呢一個路軌，請問係冒險樂園咧有個係哆啦 A 夢，然之後唔知揸車定點咁。喂，係差唔多嘅嘢，但係佢係氣墊球咯。以前係玩揼鱷魚咯，你而家係揼人咯。後面咪鱷，後面係青蛙。唔係青蛙嚟喎呢個，啱人嘅。呢個唔係青蛙咩？山寨版米奇老鼠嚟嘅呢位，山寨版，我睇山寨版佢樣係點先？哇，好靚仔啊！哇，呢個少少個暗黑迪士尼咧，太古，呢個我嘅童年，但我想講我係超渣，我應該係史上節奏感最差嘅歌手。邊有歌手一出道就話自己係史上節奏感最差㗎？成日都話史上心肺功能最差嘅歌手。我介紹翻，呢個係我。卡比手，你是卡比手，我是牛底手。其实一路咁样拍嘅时候咧，我觉得你是偏活泼型嘅女仔嚟嘅，系你咁样攞用词好保守，系活泼型，麻甩或者胶胶地，楷子都啱啊，系咪？啱啊，都啱啊，啱数啊，系咪？呢件事冇屈你啊，系我啲 fans 系专登 cap 低我嗰啲楷子嘅片段，你真系好楷啊！哇，咁呢条片有好多嘢俾大家 cap 嚟，有 DM 你真系好楷啊，因为我知啦。嗱，首歌講單戀，你出得嚟預咗劈頭第一句就問有冇試過單戀啊？咁一定有試過啦，單戀。唔好扮啦，怕醜啦。咁唔係咁講起呢啲話題都少不免有啲 etiquette。OK， 有少少害羞嘅。係。咁啱啱同咗你講中學男仔隔離班，唔係第二班嘅一個男仔啦。永遠都係會將自己最深嗰啲一嘢就講出嚟嘅。隔離班咪隔離班咯，隔離班咁多個男仔。佢知咪知咯，佢睇到咪睇到咯。唔使咩知啊！有個咁靚嘅女仔中意過自己，都幾值得拎出嚟威啊！咁樣樣唔係好嘅，因為我以前喺中學唔係嗰啲咩校花啊、班花嗰啲，唔係嗰啲嚟嘅，即係我都係一個戴眼鏡獨獨妹。但係我個樣係正經咯，個性格唔係正經咯，都係嗰啲。男仔最中意呢啲，表面睇落好正經，一識落之後原來係哇哦！哇哦！因為我初中咧係讀女校。所以我第一次嘅單戀係中意阿 Sir， 係中意老師嘅。中意阿 Sir。係，仲有呢一位老師，佢係冇正式教過。佢貴姓啊？我唔好講個姓住啦。
嗱，唔係姓李嗰、那個，唔係姓李，唔係你。係係。佢好温柔啦，好友善啦，又未知好怕醜，但係佢有少少書生嘅味道。佢教嗰個領域範疇嗰度好叻啦，咁我又覺得哦，好有才華喎。又會覺得而家個樣子都發曬姣啊嘛！我嗰陣時係真係成日都會借啲嘢 WhatsApp 佢咧，話 and tomorrow practice okay and practice what practice for the 比賽 okay, 因為佢教我比賽嘢 okay. 即係thank you for today's practice 啊嗰啲 okay 你係會主動爭取同佢多啲 practice 我會㗎，然之後嗰陣時咧即係講完 thank you 之後 send 三個心心咧，就會覺得啊～我表白啊咁樣嘅感覺，所以啲人成日話單戀其實係你腦裡面嘅幻想空間，係啊，淨係存活於你嘅腦裡面嘅啫嘛，係啊。點解單戀點解唔講出嚟呢？其實就係因為好想保持喺一個幻想嗰個美好，好正喎，好好喎，好開心喎，同呢個人即係俾自己 FF 下，諗下都開心啊！呢啲事真係幻想啫，係光想都高興。知唔知點解我哋企低度啊？點解啊？因為佢話呢個光影都係好靚，女仔通常都係咁嘅，一行商場見到啲鏡啊、成啊啲燈靚啊，影張相先，就會停低喺呢度先咁樣，係啊，就停低喺度，然之後影三百張。係我哋影一張。你係咪一個好戀愛腦嘅一個女仔啊？你覺得自己係嘅，可以好簡單直接咁同你講，係真係好戀愛腦，係嚴重到係為咗中意嗰個人，我可以奉獻我嘅所有。有些人喜歡人我是一定要得到他的，我覺得我喜歡那個人他幸福開心就 OK 了，我就會很幸福了，不想因為我喜歡你而令到你被迫要喜歡我了，我覺得我剝削了他可以自由選擇喜歡人的個權利，好像很偉大這樣喎。可不可以這樣，你試試你做一些滿足一下我的事，純粹就是讓我拍一些你很漂亮的照片給大家看，你只交翻啲好含情脉脉嘅 pose 啊，即系好唔系你嗰啲，因为你本身你个人比较有啲癫丧，系我含胶量高啊，系咁，所以我哋阵间想影翻啲系比较冧得吓人嘅一啲镜头画面，一啲单恋蜜语嘅感觉，俾佢哋单恋下你啫嘛，开始紧咯，你而家系。其實我知道你有養貓嘅，所以今天是可以嚟一間雖然我哋冇帶貓嚟嘅一間可以帶寵物嚟嘅咖啡，同埋呢啲嘢都係似係你會中意食嘅嘢。我想講呢間嘢真係好好食，好食！呢間係有打卡部，頭先你見啲 shot 都幾靚啊，係咪？跟住然之後啲嘢食又好食。啱啱食呢一個番薯條，我係然後我再食呢一個炸饅頭，仲驚喜，我係剛才我們說單戀呢，你會不會約會你的單戀對象出來的？我不敢的。你不敢？我不敢的，即是你不要看好像很悠悠悠悠樣，但是內心是一個姣底獸，姣不是姣，姣底獸，姣底獸，你是一個姣底獸，是一個姣底獸，即是我姣但是我又很害羞的感覺，因為我也是一個很蠢的人的，我不是很看得出對方喜歡我的，經常我之前的戀情都是我喜歡對方先，就是令到對方喜歡我，然後對方跟我表白，這樣才是一段開始。那你的命中機率是命中機率是 100%， 那我也不容易喜歡人的，當然單戀是的，是一個過程，一個經過來的，最重要就是你自己有沒有因此而認識自己多了，我覺得你在這個單戀的過程中你會明白其實你首先是要愛了自己先，然後才可以打動到對方，或者去認識對方，會沒有了自己呢，全心全意投入在對方上呢，其實首先對方不會被你打動到，即對方不會覺得你吸引，首先 Exactly，哇！你識咁諗，叻女嘅，係叻女嘅，你講。但做唔做到係另一回事。
因為我是真心地覺得，如果一個人你係冇自己咧，我唔會重視你。係啊，自己都唔重視自己，人哋做咩要重視你啫？係啦，你都唔愛自己，你點會值得被人愛咧？冇咗自己，你變咗對方中意嘅嘢，同你一齊到啦，你係咪成世都要以一個假面具或者一個唔係自己嘅身份去生活？互相猜猜度度的過程裡面，你會從什麼的地方去觀察這個人是不是你 FF 裡面那麼美好？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是看感覺，看感覺的話舔東西機會很大。是啊，過往的戀情不成功就是這樣解咯。如果一個男仔我要去溝你的時候，我不是這麼好，我都會扮到很好。即我一定是會，尤其在溝緊你的階段，未拖到手的階段，明明我不想去接你放工放學的，那我都會去接啊，專登去買糖水回來給你啊，掃到 200%、400%、1000% 給你啊。那我要溝你嘛，當然是這樣的了，是很認同啊，是不是？所以我更加覺得你應該要從跟他的相處裡面留意一下他跟其他人的相處，其他一些是普通到不能的人，例如你跟他出街吃飯，你留意一下他怎樣對 waiter 啦，或者出街可能真的見到街邊有個婆婆，她會不會懂得幫助她啦，或者她爹地媽咪打電話來的時候，她會用什麼語氣跟她聊天，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很能夠反映到一個人真實裡面是怎樣。我又突然想起呢，你這樣說一說，我又會覺得曾經有一個男朋友跟我說為什麼會喜歡我，就是有一次跟他一起放學的時候，我在地鐵讓座給那個婆婆，我就是這樣就覺得哇好好啊，這個女仔這樣。因為這些是很反映到一個人骨子裡的那些價值觀啊，應該怎樣待人啊，那些東西。那他不是很聰明？當你日子久了的時候，你就會由他一個想溝的對象變成了他身邊的普通人。所以你應該要先觀察了他跟普通人的相處是怎樣。但我今天呢，我準備了一些小動作給你，怕不怕？怕。突然之間不知道要做什麼。我準備了一個信紙和筆給你。Oh no！你要寫信啊？嗱，我諗兩張紙夠寫嘅。哇！你寫兩張紙啊？都只寫兩句嘅啫。我想睇下一個咁樣嘅單戀美夢結束咗咁多年以後，會留下咗一啲點樣嘅文字喺度？成件事係好詩意噶，同你嘅人係好唔襯嘅。係咯。就係做啲反差嘢啊嘛。A few moments later， 你話三兩句嘅，已經係字大隻啫。咁多字喎。你唔會要我讀翻出嚟噶嘛？係嘛？是啊，你想你就咁拎张纸走啊？咁你翻屋企写唔好？几弱，好赤裸喎、啊！我都觉得呢件事好赤裸啊！好赤裸喎、啊！系啊，佢哋中意睇啲好赤裸嘅嘢嘅，但系亲爱的心心 ，Hi， 我谂你应该冇谂过我中意你，系咯？如果唔系出咗首单恋物语，我都唔会讲呢件事出嚟。啊！開始爆響口啦！依啲嘢要嗱，當年咧你就坐我隔離位，你品學兼優啦，又玩樂團啦，我真係覺得你好叻，我好仰慕你。當時你英文卷考得唔知96定97分，你怪自己攞唔到滿分，喊咗出嚟。我哋幾個坐附近嘅即刻安慰你，括弧雖然我得70多分，我覺得雖然你樣樣都叻。但是你都有脆弱的一面，真的很可爱。那时候我们四人组合一起去 school picnic， 我真的超兴奋，因为觉得好像 first date 一样，连拍大合照都要专门站在你旁边。最后我想说，当年我是因为觉得你拉小提琴很charm，所以才开始学小提琴。不用怕，我现在不喜欢你了。伊林2024。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长来的。成长。你也都令我想起，是啊，刚才一路倾的时候我都没特登 highlight 到一点，其实可能有些单恋对象你最终是跟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下文，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其实他有些东西一直影响到你。即好像原来你的小提琴是因为这个单恋对象才会去学。是啊。所以你说一个单恋故事其实可以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是啊。是啊。我要爆兩樣嘢，第一樣嘢爆嘅事就係其實佢發姣嘅樣係幾 Q 嘅。第二樣嘢爆嘅咧就係你拎嚟啊，單戀物語嗰啲文字佢寫錯咗。我專登噶，我專登寫咗個物字，然之後圈住佢寫翻個物字，咁啲人先會記得噶嘛。係，咁大家就會記得你出咗首歌叫《單戀物語》啊嘛。係物語。係物語。
係 search 個 Amy， 唔好 search 錯字。密語。乖啊，佢。系咯。拜拜。拜拜。拜。